今集 Ask Kenneth 为大家示范 Dumbbell Lateral Raises。大家可能会见到我今次示范咧，系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嘅。我会集中喺 pause。咁喺边度 pause 同埋几时 pause 咧？就系当你打开只手嘅时候，喺 top ring 嘅时候 pause 1、2两秒，然后先做 eccentric。个目的就系、是，即使我哋拎一个好轻嘅哑铃，令到自己好辛苦，令自己 suffer， 产生最大嘅 mechanical tension。记住，成个过程系你控制个 dumbbell， 就唔系个 dumbbell 控制你。当我进行 lateral raises 嘅时候咧，我会曲少少只脚啦，同埋 lean forward 少少个 body 嘅。